不是很班奈了才开始，是开始了才慢慢变。经历过很多事情，会很多波折。你知道今天早上醒来，我可能我的队员都不知道。今天早上醒来，我偏头痛到呕吐，很辛苦的。让我想，我来槟城不可能是水土不服吗？槟城的食物这样好吃，但是真的是，我差一点就要告诉他们，今天早上的彩排我缺席了，我去呕就好了。然后我们有个很好的粉丝朋友，还打电话给他的老公说：“老公啊，杜律师他呕，我要给他什么药啊？”他的医生老公说：“带他去看医生啊。”结果我去睡一个觉，一醒来 ，OK， 所以当你醒来 ，if you're not feeling OK，just go back and sleep。When you wake up again, you feel better. If you don't feel better, try again. Keep trying. 记得，不是很班奈了才开始，是开始了才慢慢变。送给你这首《一路向北》。Thank you.